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猎龙高手啦。那么呢，上一集呢，各位的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络，所以说老头呢又回来玩一下我们的猎龙高手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按个喜欢啊，这个右下角影片下方有个喜欢，按下去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个订阅啊，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啊，可以更准确的追踪老头何时发布影片啊，追踪更多新的动态，好吧？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玩吧。然后想要打那个冒险任务里面的第二区哦。这哪里啊？哦，这边。哦，老头想要打这一区的奖杯狩猎赛哦。奖杯狩猎赛打完，好像才有办法解锁下一张图的样子吧？那接下来这些其他的这个是重复任务嘛？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打，没关系。然后这些呢打了也没用，因为我没有这把武器，这把武器要钱哦，要金条，很可惜，老头没有哦。然后这些好像还是需要某一些条件才可以解锁，所以说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打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唯一能打的就是这个啊，唯一能打就是这个。然后其实老头现在有点想氪金，你知道想氪什么吗？给你们看一下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哦？都可以提供给老头，因为老头看到这个很想买，好像是在这里吧，促销活动这个地方，老头想要买终极狩猎组合包，因为他每一个区域的枪都会给一把，好像是这样吧？你唯一需要是全心全意的专注力哦，这是干话哦，尤其是这一把我很想要。因为这一把的话，在地区一的时候需要用到，地区一不是有一个需要用这个打吗？我没有哦，啊，其他地区好像都还是需要这些武器吧？是不是？哦，不过这个要2310啊，相较于之下，我看一下哈，如果直接买金条的话，哦，直接买金条，我觉得大概就是要快3000块台币吧，哦，就是玩的你不要不要的这样子，天啊！哎呀，好像真的只能这样子哎，好吧，算了，这是题外话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其他的我都看过，我觉得其他还好，就这个我比较想要而已。那、啊，或者这个也可以啊，全部都紫色的，全部都紫色的，这个我也可以啊。哦，这个1825，因为这个紫色的任务呢，哦，都好像跟这个紫色有关啦，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紫色的特殊枪支？哦，应该可能会买那个1820块的那个金条吧，应该会买那个系列的，啊，因为很多都缺这个特殊武器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废话太多了，我们现在来打这个。哦，希望我的火力够打啦。这个只有三个，哦，这次只有三个而已哦。地龙天神有华丽的头冠，在迷雾中昂首阔步，傲视群龙，很好哦，这叫地龙。你看为什么叫地龙呢？因为他头冠是金色的，看起来像皇帝一样。啊，直接杀死他没问题。Fire！ 马上立马解决掉。Oh yeah！ 啊，其实后面老头有稍微自己私底下练啦，所以说会非常的轻松啦。啊，就是装备等级有提升的，算是蛮全面的。所以说这边应该对我来讲不会太难哦。再来就是剃刀哦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叫什么骨刺龙还是什么龙的，我忘记了。解锁一个这个嘞，哎呦，武器挑战赛初次可以用这个武器来打，额外奖励3金条。我觉得我先不要打好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每次打完之后，他都会给你一个优惠。他都会丢一个优惠给你，然后那个优惠你略过就是没了，好像是这个样子。那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惜，想买但是没有金条，所以说我可能应该选择不打。我们还是乖乖的先把这个打完好了，好不好？乖乖的把这个打完，感觉很凶哦。这个应该叫什么古丁龙之类的吧？丁古龙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了，以前在玩方舟的时候。他攻击他会被反伤啊！结束。我的不吃啊！耶！哒哒哒！好，最后一只了，主教。哼，这是什么龙啊？
懦弱强食。再看一次，主教，这鼻子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什么龙啊？好像以前玩方舟遇到过哎、欸。这只龙好像是之前装那个方舟扩展种物种模组的其中一只，沙齿龙是不是？好像哦，你是沙齿龙吗？完了，完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，哎呦，他来打我喽！哦呦呀，最后一集。哇，他的弱点现在越来越多嘞！这个弱点总共要靠五次哦，还是四次？哦，结束结束！哇，后面越来越硬了哦，感觉刺激哦。啊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这个打完之后给你趁机优惠这样子啊？我就没有哈、哦，大大、啊，这把比较强吗？表示想买啊，150块买一下好了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升级赛可以继续打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、欸，升上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直接去打这个奖杯狩猎赛哦。另外三个区域，哇，破坏狂 ，Oh my god， 破坏狂，死吧！哎呦，差点没打到，再来一发，秒杀你！啊！嫩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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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是什么？堡垒，这是甲龙吧？哦，下面这一区也解锁了，这是堡垒。哇，要买这一把了。现在我们要换这一把武器才可以打，就对了。再来，有了，可以去打了。没有体力了，补充。林北今天就是要把他全部打完，怎样？任性，堡垒是吧？哇靠，这个堡垒有点大只。哦，我装填超慢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是要死了！哇，好快，好快 ！No， 哇塞！啊！重新开始啊！克个风暴弹打一下好了，大概3发可以解决，只要克风暴弹了，2发就解决了。哇，这有硬道哎、欸，这个，哇，这样最后一关怎么打？食蜥者，然后迅猛龙啊，林北又要给他升级了，我操！哎、欸，这是牛龙，这是牛龙。这货是牛龙，靠呗，感觉有点母汤。他来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哇吼，太难了吧！我觉得。弱点是一定要中的啦，有有有，这次有中，这次有中，头部，有有有有有有有希望，有有有有希望，我们还越来越快了，最后两发，解决你 ，yes， 哦。后面有点难啊，差点过不了啊！哇，送这把是什么东西？没有钱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把钱花完了 ，sorry。过了，我们要到第三区了。哇，恐龙坟场全新枪支解密，要死我！新区域，哦，还要下载，下载中。好、哦、，OK， 下载好了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地区三哦。然后呢，它有散弹箱系列的这个任务哦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哇塞，这个游戏真的越后面越吃技术跟准度，还有你的钱，你的钱越少，你就要玩越久。哈哈哈。
好啦，今天先到这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这个系列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以及按个按个订阅啊，对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啊，就是希望呢这个点击率可以越来越高，越高的话，老头出片的速度就越来越快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啊这款游戏《猎龙高手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